唱日出，唱唱唱日落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我的就只有四川，哈尔有一大把。没有一大把，超多的好吗？来了，哈尔愿意二刷的烧烤店，这家店只卖肉类的，没有蔬菜。这是羊肉串。就烤的比较嫩，不是那种有些可以烤的外面比较酥酥，就没有吃软这样的。没有什么羊膻味。我以为你要炒这个。我吃完了，我怕了。羊肉软，咬动啊！你长中饱，小伙伴说咬不动。你长中饱都咬不动，你怎么咬能咬动900斤的？长得好没问题啊，没吃到骨头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长得好人我也想不到。你不是磕掉是门牙吗？怎么后面的牙齿也不好？后面掉了，行，后面是蛀掉，因为是磕掉的。啊，年纪轻轻，长得好就咬不动。哦，我都可以吃。嗯，羊肉很软的，有点羊肉味。点点这个羊肉，不是羊骚味，还好。这个棒子，就红酒木它会有独特的风味。我就没有拿红酒的，我们红酒没有什么意思，直到现在，我们要吃出什么红酒的独特香味。我要练习一下换拿什么东西。这个拿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拿什么。很脏。我觉得口感像腥，应该是像腥这样。那这个应该。大哥，我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。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吧。但是我没有拿。因为那边只有羊腰、羊心、羊肝，这吃起来不像腰，也不像肝啊。干那么嫩，我没有拿干的。特别腥，因为不是羊腰的那个嫩，它有一点点稍稍硬一点，羊腰应该会更软一点，我感觉。那就是熬的快。嗯，觉得这根本是被人类。哇、哦，真的是。老只能生吞，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乐趣在哪里。试一下鸡翅。看到没有？不管一下的。这是不是男孩子我讲的话是？鸡翅可点可不点。你们觉得吃鸡翅吗？行了。吃下来我还是最喜欢羊肉串。这家店一直还挺厚实。厚实的挺饱和。我说他们家餐饮纸厚实。哦，我以为你说这个太厚实。你滚！我按照食材说去，我会饱的。中午你吃了啥？在家里吃吗？嗯，那个北芝米线。嗯，北芝米线。嗯，吃的六五四四克一下。反正我吃个鸡翅，看一下。我拿手指。手指拿了鸡翅，然后它那个料都嵌在我的指甲里面。我可以闻一下。你有病？我去啃指甲吧。把一串肉啃掉，就结束了。加个，爱吃羊是可以的，他们家那个羊心也没有什么羊膻味。喜欢内脏你都会喜欢。如果纯粹像我这样只是爱吃肉、羊肉这种的话，可否？啊，不是很清楚啊。你可以的呀。不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像人家开在外面的那种路边的，然后上面不都是吗？底下一层房吗？嗯。我吃光了这。好了，我北京只有四块二，接两四月十五六七，连面包都吃出。这样，拜了拜。